结果也就是这么简单齿轮的问题卡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是醉了。占卜师1889，为什么突然啊？后来他遇到这个女的啊，这个女的是占卜师啊。嗨，你好，妹子，我想要来问一下我未来的女朋友，可以随便排吗？好像可以耶。好，好了，排好了，妹子，妹子，我排好啦，你不理我。这有符号哎，这个一个娃娃，一个圈再一横。圈再一横。看没有啊？来看一下。好，大致上稍微有点略懂略懂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个恶魔是一个红圈，然后三角形一横是叉叉，国王是倒三角形。恶魔是红圈，倒三角形是国王。等一下，The Star，叉叉是这个吗？那怎么看啊？这个吗？倒三角形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圈圈一横，娃娃和符号卡牌对应，该不会时钟中间是空的？叉叉是骑马吧？就是那个。这个吧，可是这个被锁在柜子里面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搞不好只能用猜的。然后这个圈圈一横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圈圈一横，我只知道这个是恶魔。这边排好了。搞不好要成功了，还是没有的。妹子，要不要来帮我一下？妹子，倒三角形是国，是戴皇冠。这个有戴皇冠吗？看起来不像是啊。骑马的是中间上面哦。中间上面是正三角形，是叉叉嘛？为什么是它？The Star 跟交换嘛，倒掉嘛？诶，成功了欸！好，莫名其妙成功了，请你把钥匙交出来，谢谢。我成功了，快！啊，给钥匙了，给钥匙了，快点，这个 bitch，棒！玻璃球，给你是不是？看见了过去的自己。哦，没有，他看见了那个，还有上吊的妈妈啊，还有他，还有他的弟弟吧。然后后来长大了。然后被一个戴恶魔面具的那个，应该是他另外一个哥哥。谁啊？谁当皇后啊？倒三角形，
荡掉。圈圈一横，哎呦！好了，都看过了。难道说还有什么东西要继续吗？该不会是还要我再重排吧？还要重排的意思？攻击、欸！完了，玩到肚子饿了。老头，英文要恶补啊！我英文本来就不好啊。戴皇冠的，哦，他这个提示是要你做交换，是不是？皇冠的放这里，好像大概懂了一些。圆圈的是恶魔吗？荡掉的人。这个再看一次，这是我，这是那个男的，看远远，他看星星嘛，对不对？远远的看星星，这样子。恶魔，眼睛流血，上吊，树洞，这个应该是这个。啊，戴皇冠是这个符号啊，这个是看 star 嘛，圈圈，红眼睛，难道不对吗？倒印可能是相反，左上右下是对的，对吗？皇冠是他嘛，看星星嘛，倒掉的人，啊，这个其实是 day 死掉的意思。那我再按出去，看星星对的，上吊。上吊是阿爸吗？对啊，就是死掉啦，死掉的意思啊。还是说变倒吊的人是他？这样子，对吧？龙下士，龙下士这个嘛，
Demo 跟交换，两个交换变恶魔，这样呢？没反应。骑士是右上，死掉嘛？恶魔，关心，皇冠，哪里搞？会不会这样子相反？没反应。倒吊应该是中下啦，因为它是水井，跟水井有关系的嘛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中下。挂这个眼睛流血到底是什么？奶奶的熊。正三角形，正三角形是恶魔。正三角形是恶魔，那是这一个。没反应。掉。三角形是女皇，为什么？这个吗？女皇吗？刚刚戴皇冠呢？上吊的人呢？一个圈一个点，眼睛流血呢？要造水晶球里的图片，我知道啊。提示是右上，为什么？楼上所有人对着图片点水晶球会是黄色的，点是黄色。这是正确的。后来都没有显示出黄色啦。只有这个，只有那个是黄色的，其他都没有黄色啊。可是你一样是六张牌都要放上去啊。那它每个图案跟他们的符号都是一样的啊，一模一样的啊。眼睛流血是不是代表那根骑士啊？哎，又黄色不一样嘞，还是这个不用看背景颜色啊？它里面的图案一模一样啊，跟颜色没有关联性吧？我觉得没有关联，图片都是一样的。骑士吗？倒吊的人。女皇恶魔骑士，恶魔骑士，为什么？啊？What the hell？干，吓死人了！
莫名其妙解完，这到底在解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老了都不懂了。开多久啦？要不要休息？下次再继续玩啊？感觉玩的蛮累的。看一下要开多久？好像没有显示直播时间欸。Steam 有新的特价，哦哟。这个有点想买诶，死神，神的那个好想买，买来玩也不错。对啊，没有人懂啊，可是莫名其妙就是解开了，我就觉得还蛮神奇，就是。爱打，3小时多了。它有2阶段塔罗牌用法，现在、过去跟未来。我真的不懂塔罗牌啊，这个还是需要一些知识啊。它这个解谜其实还包含了各种，就是什么星座啊，然后塔罗牌知识啊，颜色颜料学啊，这种各种知识啊，去解谜。然后知识不足的人，你看像我知识不足，玩起来就累啊，什么结婚照。这是谁啊？这是谁？那个小孩，Mary，Mary 不就是我们的祖母吗？所以说，就是说他跟他在一起，是不是结婚生了小孩，生了这个家伙，然后祖母就是我们的老母亲啊？结婚照，赞哦，要拍结婚照了，笑一个，Cheese，看这个坏人。超级坏人，在干嘛？嘟嘟嘟嘟嘟，看奇怪的解谜。好，有钱，全部都放。啊，这个不用讲，是放在你的头上嘛。那这个帮你遮一下秃头。好，照。啊，不是吗？我觉得这个最适合他了，不然放我头上不可能啊。怎么看都是这样，没有错啊。好了，应该对了。只有两个在笑，其他都不笑是怎样？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已经老套了欸，这老套的东西。哦，每个人都要戴帽子是吧？给你。这么喜欢戴帽子是吧？好好笑啊！人家祖母在笑，有事吗？没东西可以给他们带了，真的是吓到硬 A 股。还有这游戏超猎奇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等一下睡不着，你看得懂就代表说你懂它的那个含义啊。对啊，其实这种东西。好不好解，其实都是看，就是之前有没有什么累积一些经验之类，经验不足就是真的没办法。啊，这是干嘛？两个都按吗？正方形，正方形。不要跟我讲说帽子戴在头上哦。婚纱给你戴好了，还真的嘞！别闹了，大大。好，我们这样拍看看。为什么笑脸永远都只有那三个人啊？其他都是哭脸嘞。你看我那边点，他还会这样子动，太扯了。帽子给你戴好了，戴起来也不错。好不好？那干脆就是你戴这个帽子，我戴祖母的，小孩子戴婚纱帽，赞，还笑，卡住了。
因为带队的会笑，是吗？我觉得不是哎、欸。你不管你怎么带，他们这三个女人会笑，其他都是愁眉苦脸的，都哭哭。电视看一下，哪里有电视？那不是电视啊，是柜子啊。残脸的帽子给小孩，小孩有笑吗？小孩有连笑都没笑吧？来，全部一并拿回来，给你，还是一样，他们三个笑啊。看颜色就是这样戴没有错啊，是吧？人物口袋有东西没了，人物的口袋，我从他们身上点一点，搞不好有其他东西跑出来。哦，他们点点奶罩跑出来，哎、欸，就帅。布拉甲，这个我就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啦。这个符号是什么？这个符号是什么鬼？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象形文字吗？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小孩子的比例完全不搭哎、欸，五六声，人家是五五声，他是五六声，会不会是刚刚黄色柜子要解开啊？六个人要有个帽子。这第几关了？我已经不知道我解第几关了，大概十几关了吧。啊，解得好累啊！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会很好睡，等一下一睡觉应该是直接睡着了。太赞了！想说今天来休闲一下，结果不止没有休闲到，啊，脑袋都快要坏死了。其实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啊、哦，六个人这样看着你不觉得很诡异吗？我记得这游戏内容大概是原本是一个和谐的一家人，后来因为有家族的人想要长生不老，开始悲剧的开始。哦，对啊，后来那个长生不老挂掉了，挂掉了，长生不老就他们爷爷挂了。卖球卖球，算了，我觉得我要随便给了，还是说这些东西先归还啦、啊、不能归还，没办法归还啦、啊、来给你带一下这个，你应该会喜欢，你会喜欢的。赞，太多了。老头点三角形有用吗？没反应啊。我觉得这个一定很多人卡关。点击橘色的巨柜子，先看上面一层。这里树图形角的个数，哦，你是说图形角的个数什么意思？哇，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，每个角的数量嘛。四下一二三四一二三，
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，靠腰嘞。啊，这个呢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三，一二三，不对哦，这个感觉不是这么的简单哦啊！一二，妈的！谁会知道这种鬼东西呀、啊？来，通通都带好带满。你应该戴面具欸，不对，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孩，面具应该要给他戴，好像又太过了，应该是他才对。嗯，这样子吗？可以了。就不对，妈的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他的小孩后来长大戴面具，然后也是被关在水井里面，也不对啊，白痴啊、喔，没事，不要理我，交换，哪有女生戴那个长高帽子的啊？哈哈哈！该笑死，结束了，大成功！啊，天哪、啊！随后收集三个便宜帽的帽子啊，就是算边形的啦，几边形几边形。来，我们现在看这里的家族乐队。啊，总共有这五个人，其实我有点忘记谁是谁嘞。这个好像是跟这个在一起，跟艾达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然后 Mary 是他们，Mary 是他们的玛丽啦，应该是念玛丽啦，玛丽是他们的妈妈。然后这是这算是我哥还是我弟啊？如果以他来讲的话，这个是谁啊？其实我忘记是谁了，在这干嘛？就开始解谜了，按 T，不给我按 T 啊！T，要跟他们一起同时伴奏啊！我的天啊，头发换方向了没有啊？那是因为可能我最近用那个镜像的关系呀。哎呀，就是我有时候我会把我的视讯。做180度的转动啊，比如说，干不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啊，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啊，所以说你会觉得我换边了。觉得这什么游戏啊？标题上面有啊，封面也有写啦，自己看吧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一张纸，完了，又是跟音乐有关系的。谁会知道？等一下不能合为什么、啊？他戴了半个面具，然后你呢？感觉就是要按着他的指令走的样子。哦，可以放上去，太好了。嗯，不给放为什么？哦，可以，啵啵啵。为什么是反的啊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哦，这不是反的。每一张，我们看一下玛丽要干嘛。叮，玛丽表示我想听音乐。哦，好了，EGEG AEAE CBCB，好，我会哦。小提琴的 EGEG，好。这个就好难听哦，喇叭那个萨克斯风的是 AEAE，嗯嗯嗯，
安 ，C B C B， 怎么两边都一样哎、欸、？T L T L 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了，快点演奏。有。怎样？怎么全部人都不见了 ？We will be blue blood。他们的血是不是太扯了吧？那被钉在墙上是怎么回事啊？直播到几点了？我今天应该是直接把它玩完吧？为什么晚上你们要说早嘞？因为我会这样子，个人习惯问题。他们全部死光了，是小孩子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爸爸跟妈妈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何これ？哦，为什么消失了？哎呦，玛丽也挂了。哎、欸，牙齿是受到什么诅咒之类的吗？而且你看，感觉他另外一半不，另外一边的手不见了呢。好吧，虽然我不是很了解，这边就这样结束了。玛丽的牙齿变恐怖了，不是吧？这也不算恐怖吧？我觉得是算伪恐怖游戏。战争英雄，换他了。所以说，所有的人都死光，玛丽也死，他们所有的家人全死，剩他一个人。然后他跑去打仗，战争宣战了。哦，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被谋杀啊？不知道谁被谋杀。秀湖发生了什么？啊，反正就是类似要准备打仗的意思。然后这是在冲啥？A 是三只鸟 ，B 两只 ，C 一只 ，D 四只。A 是这边 A 点 ，B 点两只 ，C 这里是要把东西放过去是不是 ？D 哇，好像越来越难了，没有这么简单的感觉耶。尴尬无安尼简单。老头，有人说你的影片都有色情在那，什么东西啊？爸爸妈妈变成乐器了。恶灵古堡阿嬷回来了，真的假的？阿嬷，你哪里又回来呀、啊？哦，我大致上是知道怎么了吧？你看它这上面每个部件都有那个，哦，都有字，这个是一个 B， 这是 C。啊，这个呢？哎、欸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啦？我觉得我先拼装一下摩托车好了，看一下它的部位。这根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可以直接接上去吗？要脑力激荡了，我的天啊！可是好像也不能直接放上去的样子哎、欸。哦，它上面这边有一个，那这应该是对这个的吧？是你这个吧？这是这样吧？哎、欸，不想理我哎、欸。今天老头将持续烧脑袋，对啊。滴滴滴！哇，全走了。哦，那又回来了是吧？每一只鸟都不同的方向，干这怎么解啊？有人看得懂吗？嗨，我要修好这台车子。好的，再看一次。为什么这个紫色直接偏掉了、啊？
他家人死光后爆发战争，战争后秀湖发生了不知道什么事情。按照下面三张图，将鸽子设置好，摇铃，让他们飞走，再一次摇他们回来拿那些零件。哦，可是那这个 A 的话，三只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三只会带回来一次吗？是这样吗？好吧，不然我们先来看一下 B 好了，我们先试试看吧。两只鸽子，一个 B 在这里，大概是这个角度，试试看。有吗？好像在这里，可以放过去吗？哎、欸，它还有颜色之分啊、哦欸！既然有颜色之分的话，应该也要对哦。B 是红色，然后白色是什么？白色是 D，白色是 D。目前只有两个知道位置，C 跟 A 不晓得，这到时候可能要自己猜。欸，这个是 C 啦，有一只哦，已经发现了 C 是这一只啊，那另外一只还不知道，它这个好像会有足迹欸，刚刚不是没有吗？现在多出了一条了，所以说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一个是在右边，我想是吧？试试看，这样子，嗨，各位早，各位安安。哦，有了，带回来了，带一只。可是为什么只带一个 B 管而已啊？我是对两个，所以带 B 管来吗？两只鸽子。为什么会带 B 管啊？我想请你祝我明天顺利。你明天怎么了？总言之，就祝你顺利吧。是因为家族中有人想要长生不老，所以才开始悲剧的。就是受到了诅咒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如果我要拿 A 的话，这三只鸟又代表着什么？对啊，我看不懂啊，有人看得懂吗？老头没工作，钱哪里来啊？当然是 YouTube 啊，鸡只要一只鸟而已。哦，我们再按一次好了，不管了，看他会带什么东西来。还是说他带完之后回来颜色不一样了？颜色有不一样吗？红色是这个，没有不一样啊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它飞一次之后，它这整张图的颜色会变，是吧？所以说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紫色的鸟，我们紫色的鸟跟我们白色的鸟稍微要换一下位置，因为它们没有到达目的地，就是要让它飞过之后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随便弄一个好了，随便给它摆个位置。老头看起来蛮年轻，什么叫老头？啊，你看又丢了一只了。没有啊，哎，我频道就叫老头啊，所以说啊，他这次飞是白色这一只有飞到 C 点去，刚好一只就可以带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去 D 点，D 点的话我们紫色有略过了啊，D 点的话要四只鸟才可以带一个管子回来。所以说，我们除了紫色这只鸟之外，我们其他的鸟都要随机搬动，才有办法啊，让它们全部啊飞往那个方向。
好，这样试试看。可以剧透吗？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好剧透的，对啊，所以说你其实我觉得这个被剧透我也不会觉得很生气啊，我觉得这个没什么。有带回来吗？没有。我们看一下这次的路线，哇，这次路线乱七八糟哎，三个都不对，三个都不对。超级留言是什么？超级留言就是。类似斗内发话这样子，然后会有那个，会有颜色区别。它算是一个斗内留言啦，可以这样子放嘞。这好随机哦，这次没带回来。好，我们白色鸽子 OK 了。现在变成红色跟绿色做交换，红色跟绿色做交换，好，这样应该可以 把那个滴管给带回来，这样有了吧？那看看有了，有没有？最后一个了，三只鸟就可以带回来了。追一个要把他们全部打散，随便放，这样子。超级留言就是给我钱，没有错。哎，居然没有带回来，再看一次，没有半只鸟去 A 点，这样放呢？红色摆这里，要怎么让订阅的东东出现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开多久了啊？不到10分钟吧。哦，有，蓝色跟绿色有，那我们就白色跟紫色选一只吧，我们就动白色跟紫色就好了。这样有吧？可恶，没有。放这里。这样万无一失了。应该要做交换才对，刚刚没做交换。这样有了吧？哎？哪里狗啊？为什么？白色飞到 C 点去了。那我们动紫色的好了，紫色动左下角那边的，紫色动这里，这什么游戏啊？解谜的游戏啊？你刚刚收集是牙齿的祭品啊？对啊，牙齿的祭品，我又没有了。白色放这里吗？白色放这里，这样子呢？你还会有解谜的游戏？我现在正在解啊。紫色在右下。有了，带回来了。有一个成功就好了。好了。耶，没有零件了，这个要装在哪里？我们要开看图说故事了。好，全部都丢下来了。首先呢，要再依照这个图面呢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弯管好了，弯管再配这个长的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慢慢来。弯管就在这里，然后那一根呢，在这里。是不是？这个呢？有没有？把一点放这。插这里。哎，不是吗？
插这里，有吗？多电，这个啦，这么大一大一坑后面，是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边放这，这边有两个，那是车头灯吧？对啦，车头灯啦，这边。Nice，发车，拜拜。啊，他就这样走了，去打仗了。买不起游戏呀，想玩《刺客教条》，不知怎买，我只有 PS4，PS4 也有《刺客教条》啊。去一些店家也会有在卖游戏片啊，或者是说你网络上订购就好啦，不难啊。叫啥名字游戏？标题上面有啊，看直播标题就知道是什么游戏了，请别一直问，科科。对啊，就标题都打了，然后封面也说了，解谜游戏。干，我死掉了，也太弱了吧？怎么打仗打到一半往生？我拿了这个木棍，感觉又有祭品了。你看这边，又要拿来放祭品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断一只脚呢！这跟他的爷爷当初死掉的动作是一样的，躺在这个地方，马上就死了，死太快了吧？这个不知道怎么解。好，看样子该拿的东西都拿了，来搜刮一下。哦，找到钥匙了，耶！我不是拿要钥匙的吗？哦，还要这样剪啊？真的是拔牙吗？把你剪开，哎呦，还真的剪开！哦，要动手术了！顿顿顿，哦，这是还没死掉的意思吗？拔牙齿，给你戴帽子。来哦，剪头发哦！哎，不理我。好，算了。他的脚感觉有点不是很舒服的感觉。Oh my god！哦，是把裤子剪掉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想干嘛呢？我以为把皮给剪下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两个四点四四六的意思吗？木腿为什么突然叫做木腿了？所以这个是给它放在上面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剪啊，我知道了，又是遮点的游戏啊，把伤口遮起来，也不对啊，这样遮不到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啊，你搞！我这样子啦，yes，帮他进行手术包扎。哦，他还没死，他只是重伤了。我们把子弹取出来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还有哪个部分？哦，剪刀把这里剪掉。嗯，不是吗？还可以剪哪里啊？耳机什么牌子的啊？我忘记了哎、欸。老罗怎么又穿昨天的衣服？这不是昨天的衣服吧？你看错了吧？昨天是穿白色不是吗？这游戏什么故事哦、喔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玩玩开心的，感觉最后全部人都会死光，有可能哎、欸。点左眼哦、喔，擦他眼睛。墓碑，都没有用处，完全没有用处。
子弹也取出来啦、啊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没用的？对啊，这个也不能，也不是马上知道的啊。啊，你过来，木腿、钳子、剪刀、墓碑。所以我说这要墓碑到底要干嘛？口袋全开，墓碑跟腿结合不行啊！他这个游戏没有那个组合的功能，墓碑加木腿怎么加？丢进去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安老师，哈哈哈。哇，翻白眼了，青眼白龙。哎呀，要血哦！哎呦，资深战场。原来他是这样被炸断腿的。哇，啊，现在什么情形？被腰斩了。啊！看另外一只眼睛。哦，这边有钥匙，钥匙有没有？我想家，好哦，再炸一次。这次不一样了。嗯。不要乱晃啊！哎，这个给我。现在有吗？哦，这边要拉过来这里啦。啊，是想到老婆是不是？啊！墓碑是用来抵住伤口的。老头人物脸上左上角的这个箭头，该不会要点那里吧？没有啦，那个是切换视角的地方。感觉他每一个都会不一样哎、欸，再炸一次好了。这种回忆居然要炸三次，好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然后这个人是谁？其实我不是很懂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就帮他合上去吧。哦，多了鹿角是怎么回事？寻鹿大人，嗯，不是这样吗？哦，有了。啊！你是要叫我久啊？再炸。鸟头哥，鸟头哥，我记得上一集出现过。啊！哎、欸，你好，哥哥。啊，救救这个人啊！我们也需要你找到宝藏，他来找到宝藏。啊！好了，什么宝藏？防毒面具。给你得救了，拉一下。哦，虽然脚断了，但是活下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？哎呦，是怎样啊？这根本不是人吧？这什么东西？神秘文字啊，这是什么象形文字吗？古代文字，这是人我才不相信呢、欸！啊，做这个是人啊，
这一关就是要一直窥探男子的记忆。哦，很酷哦，好像是个数字的感觉，还是英文字？英文字幕。这是那个啦，这是那个密码锁，对不对？倒三角形，中间这个圆圈，再一个那个嘛，我了。好，我知道长什么样子是阿平啊，惊死人哦！看到阿嬷，好恐怖哦，吓死我了！靠，为什么一只脚啊？谁会把脚放在保险箱里面保存呢？真是太扯了！拿去当祭品，现实的密码。这个军装应该是盟军的军装。结束了。为什么会得一只脚呢？不明白。宝藏。他现在找宝藏，哎呦，已经变成五星上将了哦，哎呦，大家都叫我缺角的将军，我超强，这是什么？三一二二三三三，从这边挖这个顺序次数是不是？先拿来再说。这树洞里面有什么？虫虫，这个呢？哦，还，卡住了，大大，大大，救命！三个。好，谁要先开始呢？我先开始，跳，跳过来，不行，这跳过来这跳不过去了，所以说这个先跳过来，跳过来之后呢，干不行，这也跳不过去了，冲很小，no，一样卡条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呢。这样子呢，更不可能啊！它不能往回跳啊，一直往前，不能往后跳。好像是全部都要往前，先黑绿再黑。这样子嘛，交叉嘛，这样子嘛，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交叉过来嘛，是不对？这个再过来，是这个再，看这边有点卡了，这次跳过来，跳过来，不行不行，这次跳过来，这次绝对过不来啦。这次一定要先过来才行。我好像搞错了，看你这次跳过来啊，温系系啊，no，这个 GG。一只过来，这边跳一只，有了，东西呢？是不是？
好，获得了一只虫子。打过来。捡钱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跑走了是怎么回事？不见了。哦，我大概懂了一点点，但是他回不来怎么办？第一次开直播吗？没有，已经开很久了。现在手上有这两只虫，上面三只。青蛙两下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拿一只青蛙，这样才行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？就是这样。对啊，你这样蚱蜢只有三啊，我们要从下面开始走，是不是？一二三，三下的距离，这里，对，然后，哦。这个步数是告诉我们宝藏的点在哪里啦，挖宝地点，从往上三下，这边三下还是它的前面三下，这边它的正上方三下，一二三，再来呢？哦，他的那个蚱蜢都是左边三下啦，然后再两下、两下、一下、两下、两下、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怎么感觉有点远啊？我是不是弄错了什么？哎，感觉过头啦。一下，然后再三下。超过了，好吧？这个位置吗？干，我在干嘛？对啊，就几步几步的啊，33322131，把它们放在这边，哦，被炸了不？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能先放，这个先放就是错误的，石头是这个起点嘛。33322131，33322131，我们再一次从这边，他可以站在这里算吧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二二。青蛙，这里吗？Yes，是不是？
欸，这个是他们那个徽章欸，他们的那个标记徽章欸，怎么在这里？然后呢，给你嘛，耶、yeah ！你们家族的遗志一模一样欸，没有，这不一样，这第二张了，截上去了，他拿到了一枚，然后他也拿到一枚，现在剩最后一个了。